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争吵。这也半个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在台东的太麻里有一座金针山，以盛产金针而闻名。每一年八月到十月，总是有真侪游客到金针山来欣赏满山的金针花。卡苏顺便当在山顶过暝，就会当看到满天的星星，也够有成群的萤火虫哦。到底太麻里的陈桂英师姐，原本是台北人，因为先生有糖尿病，无适合都市的生活。朋友就介绍因来家种金针哦。在民国71年，桂英师姐也佮伊的先生来到金针山，那伫个调养身体，过着农居的生活。后来金针的生意无好，因就将农舍改建成民宿，期望民宿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。一开始哦，游客真多哦，生意嘛真好，但是无常总是讲来就来。桂英师姐先生因为车祸而往生，民宿的梦想也随着这一场车祸而破灭啊，卖的钱去帮助人家，哦，是这样哈，啊，这，平常你们可以捡起来，平常都可以捡起来，这个装农药的罐子也可以，这个还要吗？那个我们还要用啊，对啊，那个阿妈还有要用啊，这个要装菜的哈，嘿，那个要装菜苗的。爱坐的，无哪行哪飞的哦。没了，哎呀，啊啊嘿好，我嘛爱提手机吼，你讲。阿妈一箱爱留做。一箱啊。来我嘛爱提手机吼，你讲。来到一箱手，搁袂歹哦。阮当时会来吃吼，就是这个阿姨上甲阮介绍来吃的啦。介绍买地哦，系啊，啊，来咱进去啊，啊，好好，你也坐啦，我们踩就是这样子，一行一行的，一直踩过去，踩过去，踩过去。再一行一行的走过来。那什么时候才是开花季节？八月份，八九十三个月。你若要来，你就要等到那个时间来看花，要吃新鲜的金针，看金针花都可以。这个是有整理的，才这样子，没有整理的哦，你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看到杂草。以前你也做很辛苦的哦，很辛苦的哦，正经采金针真的不是人过的生活嘞。安怎讲？嘿呀，就是怕金针采不完啊，你采不完就要一直拼，一直拼，拼到太阳下山，无看到路，啊，大家才回去。在时啊，天稍微亮亮的就要工作了，连午休都没有，吃饱饭就做，跟着做。是安怎？因为一工个爱收了。嘿，今天的花没有采完，明天就第二天就开花了，开花就报销了，没用了。哎，那边是阮的啦。那阮的，我就会送予你啊。再慢慢做点。啊，无就无点。来，恭喜你。
会很容易生病，太娇嫩了。所以这也是你种的？对。我来探井耶，我帮他们做啊。当初他们为什么找你来做啊？可能熟识嘛，朋友啊，因缘无创识。伊讲我对金针卡。山顶照顾较内行，伊就讲叫我家顾。你想要用有特色的花啊？嘿，这个是昨天开花，今天就变这样子。我金针啊，随着风啦、啊，这样子啦、啊，迎风摇曳啦，还不错啦。那个画面啦、啊，这个都不好啊。师姐，你今麦较诗情画意啊？现在可以欣赏这种画面了、啊、对啊，以前、哦、看到这样子、哦、就很都感觉没菜，这个就不好啊，整眼睛看的都是看这个，这个才起来可以卖钱。那、啊、花没有用了，花不好，只能欣赏，只能欣赏。我本来住在台北新庄遐，啊，就是因为阮先生身体无好嘛，糖尿病，啊，医生建议讲，最好是去迄落安尼较空气较好诶，啊，不要在都市，安对病情有改善。结果伊就是拄到遮遐一个山顶诶人，啊，就甲伊讲，啊，无来去阮遐啦。阮遐吼，恁安尼开一寡钱啊，投资咧种一寡农产品安尼吼，袂歹啊。啊，那时候的金针价钱也很好，啊，就是安尼，钱啦投资啦投资，啊就没有办法再跳出来啊。啊，其实伊嘛唔知影讲，其中那么苦。刚来的时候吼，山上吼，路况又不好，又没电，又没电话安尼，真的。因山顶的人形容讲，啊，迄正水鱼掠来遮袂放袂活啦，温死的啦，不用三个月就跑掉了啦。啊，结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软弱，你知影？啊，伊阵那就想讲，啊，人家年纪比我们大，人家就可以做，我怎么不能做？喷枪哦，那个高压的很重，你知道吗？喷农药的啊，喷枪一喷哦，可以喷很远呐，安尼啊，刚开始两只手就抓不住哦。啊，后来哈，一只手就可以操纵了，这样。系啊，食骨就捏起咯啊。当当时，咱这个老菩萨嘛是拢会来甲咱斗做呢。对啊。嘿。诶，即马就较无法度啊啦，这个老菩萨啦。刚开始不能适应，放不下身段。因为你是头家娘吼。唔通安尼讲啦，那是小小的而已啦。可以放不下三段了。可是你以前做生意都没有做环保哈、哦？哎、欸，有，我有捡，我有捡，阿捡才提落来吼，遐一个阿嬷卖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慈济在做回收的。嗯。啊、那个阿嬷她生活很苦啊，啊，阮的钱拿落来，通通就拿下来给那个阿嬷。啊，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邻居啊，
然后他是慈济的会员，每次他礼拜天都去做义工啊。然后他才问我们说，这资源回收可不可以？我说可以啊，最好的如果是慈济是最好的，就这么样。那天刚好是台风天啊，然后我们没有营业，可是我们有一些火苗刚刚好没有熄掉，因为那个我们是烧木材的，然后员工把它拿到外面去，就那天是焚风，就那个火苗没有完全熄，焚风的时候遇到水管一直烧一直烧就烧起来。他刚好是师姐发现，报跟我们讲，然后去叫消防队帮我们去扑灭，所以我们很感谢师姐。伊讲，咱自己在做工课吼，未嫌垃圾，从他们的狗狗都会在这边便便啊，嘿啊，啊，咱拢会该用好，会该清，会该扫。他给清洁队的清洁队，他们就不会管。不会管那么多。这样出来都安尼加减票，有看到就有机会了。一个都不放过。嘿呀，阿伯，这样很可惜呀。近年。农作物吼歹，你看这拢无开，金针拢无开啊！你看这拢无开，这拢无开，这拢无开。那现在无开，你知影吗？唔知，不知道原因。啊，过来就慢慢一直做甲金针的事业都较没落啊。那时候就是有前后有差不多五家啦，人盖咧做民宿。啊，我老头子就想讲，我们那个点是制高点，未歹。啊，无，咱嘛来改咧做安尼啦。我是讲不要再拼下去了啦。啊，既然这里没有办法生存哈，我们就回来台北啊。不一定要在山上浸泡着，会泡死哦。我老头子他个性，他无通啊，互咱注意啦。他就一家己都想晒做晒想晒做晒，我不理他，我在台北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山上搞，请工人来改，把房子通通敲，该敲掉的敲掉，该打掉的打掉，就伊就家己乌白布乌白做啊安尼，啊结果伊做落去啊，啊人家一直来，他忙不过来，一天到晚就打电话，过来帮忙，过来帮忙啊。好，你烧球啊！烧球啊！嘿，俺规条规条。俺们今仔日抛树球哈。嘿嘿，系拢我种的呢。专门抛树球。从这樱花，从这迄款的乌心蕉。哎，这啊，牵牛来吃，哎，牛来落来吃的呢。这个凉亭五十万，都是钱呐、啊。收两单呀，这唔多，较早我贩卖布的，提来装的。啥？这两个。啊，恁山上那个是当地的蔬，当地的菜，啊，就然后佮从一寡鱼啦、肉啦，就必须要到山下去啊。普通拢是食风，咱当地的风味餐较济。所以民宿有遮好做吗？无好做，不好做。无人客，无人客，有人客，安尼做一摆，甲你集合在一起，安尼吼，互你安尼。讲袂。当然啦，迄菜单一张一张直直堆来。